咱们学校呢，哦，咱需要咱们咱先甲读一遍，咱需要五种的课程活动啦，反正就是活动较简单。来，第一种啥物？活动。啊，那较袂活倒，较袂无危险。内底有啥物内容？内容呢？来，咱读一下。认识体积和化学系统。哦，这是一种的主题。所以讲，我问你，你敢若接到一个电话，讲阿妈阿妈，恁孙在我的手哦，我叫你提醒出来哦，啊，你看恁孙在咧哭安尼，安尼要你感觉讲怪怪，敢有影？孙在我敢讲电话呀？你感觉怪怪，爱敲电话爱敲几号？1965。你啥？反诈骗对不对？哦，这有这一种对不对？好，这一种啊，165，啊，知影无？来，我卡165。165。问计，跟在我内底有人安怎，伊会甲你讲啊，做骗的，你咪你放心。啊，像骗术愈来愈悬呢，吼，还无学袂使呢。哎，我你讲，我歹讲骗过，你敢知？上安全，我定爱甲你绕去，甲你绕去，你去讲。我20几人行，美国才转来台湾。我无咧看电视个啦，我无用，啊无咧看。有一届吼，我伫阮家，一个朋友伫遐咧做工，我接到一个电话哦，伊讲吼，我袂记伊内容啥物啦，反正伊叫我去转账就对啦。伊讲啥物是检察官啊？安怎？讲叫我去转账，哦，就真的去了。哎，反正这不危险啊！我今年本来我去骗，我就要让人骗，我就真的跑去了。但是，我家里有多朋友在家里聚会嘛，但是我想我接到电话，我也没跟他们讲，知道吗？我也没有跟我先生讲，我就去了，还去转账。哎，他就真的跟你讲说，哎，今摆安怎转，安怎转，欠个钱安尼嘞。你敢知？啊，迄阵我记得我有告红汤啦。迄阵学校我去学校转嘛，学校的迄个天气遐怎么转？学校个有囡仔怎么咧活动？我够吵，我先听无到有无？我还跟他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听不到，叫他再讲一次。我讲这个红汤嘞，哦，欠个钱安尼，哦，转啊，哦，转完以后我就回来。交代我的钱啊，赚了才袂用，蒙骗钱安尼啦吼。好，我等下以后吼，啊，来个聚会，个散会，我就甲阮朋友讲，伊讲你挂去对啊，我讲你做啥代志？我朋友马上说，啊，你被骗了啦！我心里想，不会吧，我怎么会被骗？我还不相信他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说，你一定被骗的。后来哈，就这样经过去了解，有没有被骗？有。还好刚才回来而已，才20-30万而已，在我，但是通通转走了，真的，你看，真的，哎，我是教授哎，